嗨！好，再次。嗨，哎呦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动力火车。严正林的优点就是快乐，他不管是工作还是在运动，看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快乐的样子，这个可以多学习。邱信的话就比较很细心吧，很细心，对，然后很有责任感。帅的话，严正林比较帅啦，严正林比较帅，对，超帅的哇，啊，更帅。最近一次哦，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哈哈大笑哎。是啦，我们几乎每天就是有一些小小的笑话，我们就开始笑笑笑。对，因为我们的笑点很低，所以看到这个哎，觉得很好笑，就开始笑，就笑一笑。看影片也会笑啊。对。请问你们出道几年？有个数字，三二一。27。应该是。彩虹，非常正面的一首歌，它的歌名也非常漂亮。希望大家每一天，不管是每一天还是每一个小时、每一秒，都像彩虹一样漂亮。我很好骗这首歌吧，因为我们每次在唱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有吓到，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唱当的时候大家大合唱，现在有新的歌，我很好骗，大家可以一起大合唱。我最近有被骗过了。常常有啦，就是被骗，就是。网购的时候，影片上面哇很漂亮，一拿到的时候，哇，什么踩到地雷啊，然后下次又来一个，又要再买，就觉得又被骗，真的很好骗。要去做一件事情很容易，但是要持之以恒非常难，所以我觉得要有恒心，要有毅力。要当一个歌手或是当个艺人，其实不会太难，但是你要红。不太容易，就是你可能自己本身要有自己的特色，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哪一个比较觉得是个强项，你就让自己能够更努力，更进一步这样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